看到这个新闻实在让粉丝蛮失望的。勇敢女星裘丽年初才割乳防癌，那么当时我们看到小布爱相随，满心支持她，我们觉得好感动哦。没想到裘丽现在复出拍片，小布却在美国酒吧把妹。安吉丽娜·裘丽与布莱德·比特电影宣传会上，两人感情看似甜蜜。不过，却有周刊爆料，小布八月在科罗拉多州一家饭店酒吧里把嫩妹，让裘丽气得不得了。人在澳洲忙着指导新片的裘丽，一听到这个消息，简直气炸了，还在电话上哭闹，逼得小布得提前从英国片场直飞雪梨安抚她，并带一家人出海游玩。小布在船上拼命帮家人拍照，还搞笑逗裘丽开心。六号被媒体拍到两人带着六名儿女搭豪华游艇出海，裘丽脸上是笑容满面，看来已经原谅了布莱德·比特。It is heroic. It's actually a heroic decision to undertake that as a preventive attack on it, and then to go beyond that and share that with others because she realizes that this is not available for everyone.裘丽年初割乳防癌，获得小布大力支持。不过过去她偷吃保姆、助理等不良记录，这次又爆出外出偷偷把嫩妹，要再取得裘丽的信任，恐怕要再加把劲了。记者刘嘉轩报道。